Hello， 所有 Men's Mono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玉明。从出道开始算起的话，我唯一没有变的就是我想好好做一个演员这件事情。现在我更专精在演员这项工作里面，我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碰到各式各样的团队，各式各样的导演，他们如何料理的一道菜的方式去把一个戏给料理好。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有一个有力的人去做执行。我是个演员，我就做好演员分内的事情。我是个爸爸，我就做好一个爸爸的角色。我的角色，我的角色是什么，我就把他这个角色扮演好。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比较清楚我其实要的东西是什么。